草民季若晨拜见太子殿下。草民季若晨拜见太子殿下。殿下，殿下，季少贤来了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季少贤，快过来帮我！ 殿下，谢谢少仙。娘娘这是干什么？这三根极乐针，乃是我用仙术练就，是特意为你准备的。 中此针者，心神俱乱，直至痴疯癫狂而死。季若晨，任你有通天本领，也难逃此劫了。